美食、精品、百货街，这是东区给人的第一印象。但就在紧邻捷运站旁的安东街，一家印尼商店进城最烫金店面。说它是黄金店面，其实一点都不为过，因为在安东街上六年来只有7笔的成交记录，不过每次卖出一瓶都是百万起跳，最高还曾卖上229万。以这次售出的店面来看，12瓶大小，总价1510万卖出，拆算下来单瓶卖125.6万，是历史次高。跟东区中心动辄一瓶250万起跳相比，5分钟距离，房价差两倍。有我们微风啊，然后搜狗的人潮，然后忠孝东路三段四段，那个没有说的是上班的人潮啊，还有逛街的人潮。所以其实安东街它也是相对有吃到这个整个东区。屋主换人当，但这家印尼商店仍然屹立不摇，业绩销售是周遭商圈的 No.1， 原来专吃住户客，靠移工撑起一片天。这边老人蛮多的啊，所以说几乎天天都他进进出出，进进出出。像这边有靠近有一些学生啊，然后又有餐饭组，所以这样结合起来就有两种族群的嘛。店家抢进隐身东区的黄金商圈，除了地段、人潮、租金更是一大考量。每平价格落在3500到4500元，已经比周遭行情便宜4倍。那我们是街，那他可能他的流动人潮没有正马路上来的那么热络，所以它相对它也会有一些调整。凝聚消费竞争力不起眼的安东街，也能成替东区稀客的小金鸡母。东森财经新闻洪佩瑜、杨昭台北采访报道。